是阿海，我要永远做我想要的音乐。现在身旁的家伙就是最棒的伙伴。你们的音乐啊是不错，只可惜啊，现在团不好做。我只想给年轻人一个机会。每个男人总会有一个梦想，所有社团的店都改做金融业，还要开发票。玩音乐多好，对不对？黑社会打打杀杀。咱们要不唱歌？你看，唱片公司哎，能不能帮我的 band 写首歌？你认错人了，我只是个小混混。你们这样被我们耍笑，来啊，走！你以为你在地上那么安全，可以养活我们吗？我相信出个唱片应该会比砍人难吧。